文讯宏达马来西亚这次在2019马来西亚 Auto Show 中带出两辆全新的 Sport Bike， 分别是我右手边这辆 CBR650R 以及我左手边这辆 CB650R， 价钱分别是45499令吉以及43499令吉。很明显，这两款车，我右手边这一辆就是家族下非常有名的 CBR1000RR Fire Black 火刃的小弟，设计造型几乎相同。那至于我左手边这辆呢，则是 CB1000R 的小弟车款 Naked Bike， 所以非常帅气的这两款新车已经来到马来西亚。两款 Sport Bike 搭载的都是 650cc 的四缸水冷引擎，输出的马力93匹，扭力则是64牛顿米。原厂表示，这两款车型的引擎特别将转速调高 1000rpm， 以取得多 5% 的马力输出，把他们的运动表现进一步加强。另外，至于其他的细节配置，两辆 Sport Bike 其实也是完全相同的，包括什么？包括全 LED 的灯具， Cockpit Control 的系统，可以看到你的档位， Shift Up Indicator， 水温，Peak Hold Control 以及 Engine RPM。 另外两款车型都相同采用 Showa SFF 前叉以及前轮式活塞卡钳。最后两款车子也都同样采用 ABS 以及 Honda Selectable Torque Control 的系统。